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二日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连线。台南马兰区今天有两名警察在抓贼的时阵，和嫌犯起冲突，就被去防台骨的刀送到病院救护回来，到达阿伯抓的嫌犯。教育部宣布，九月十日开始，高中以下学校确诊者要进行七天居家照护，接触者快筛阴性继续上课，另外疫苗注射站要增加学生去做。日本已经是连续三天一日确诊人数超过25万人，连住过四台疫苗的日本首相菅田文雄，第二日也确诊了。台南安南区今日发生一桩惊天动地，即嫌犯杀警察的社会事件。有两个警察在抓贼车的时阵，一直录却含一个嫌犯起冲突，嫌犯竟然把这两个警察推下骨头刀，甚至挂着暗棍。即警察送到病院，两个拢救无回来。警方也公布即贼车的车牌，锁定嫌犯的身份。内政部长一个市国用含警政署长吴明昭随路人，只是警方在抓人的时阵会当大胆开枪。下晡三点外，嫌犯把这踏车停伫台南的土城高中，到达阿伯抓到嫌犯。发生事故的警察车被拖离开现场，车门还有枪支孔。台南安南区二日中昼发生警察受到攻击的案件，离婚交兵宽恕的涂明成甲周水杰两个警察，在捉踏车的时阵，那像是甲嫌犯发生冲突，两个人的颔仔骨甲顶半身有真侪所在拢去互刣着伤，倒伫个涂骹。涂明成分尸顶警察专用的枪，甲枪支卡也煞无看，那像是去互嫌犯偷摕去。身上有刀伤，还有这个喉咙的割喉。那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当时涂明成是有领警用配枪，但是在现场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一把配枪，还有相关的一个易被弹夹，我们还在搜寻当中。这两警察一个送去吉美病院，一个送去安南病院抢救，因为重伤不幸殉职，家属是真悲痛。还有右侧的气血胸，颈部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口，来的时候已经明显没有生命的迹象，但是我们还是尽力做急救，但很可惜的没有办法把人解救。涂明成今年36岁，做警察已经16年。因为自己的能力好，曾在替外国的旅客斗翻译，甲找无路的民众斗相共。伊那27岁做水吉，同事拢讲伊真有效。为着照顾厝内四大人，调转来台南。即卖两个人殉职，罗政部长齐国勇、甲警政署长魏明昭，随到南去病院慰问家属。现在的这个杀警的嫌犯还拥有枪支，所以我也请我们警政署要责成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们，在急凶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遇有反抗，我们大胆使用枪械，绝不客气。警察公布踩踏车的车牌，甲这个涉案嫌犯的资料，发动全国通缉。下晡3点外，在离案发现场无外远的台南土城高中，学校的保全在学校的便所内底，发现这架踩踏车还佮有嫌犯留落的物件。警方嘛赶紧用车牌辨识等等扩大追查，希望会当赶紧把这个嫌犯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发生这杀警察的案件，那对这数据来看，最近这5年有7个警察伫咧执勤的时阵亡生，受伤的警察也超过2000人。虽然面对这汹汹冲外来攻击事件，拢知影要安怎做，总是毋捌当着过。就学者认为讲，也是爱对实际工作训练来看，看倒位有欠点无周至，再来做加强。亲身赶到案发地点，台南市长吴伟铁表情正沉重，因为学区内两个官警在一踩踏车的时阵，被人攻击死亡。准讲对案情未使公开，不过伊也讲已经全力要求抓凶手，会后花无数被杀害官警。那配合中央刑事局以及所有的警力投入来，在最短的时间内缉凶。那希望说中央也能给予最优的抚恤。警方执勤杂七不坏，面对高风险，较早嘛捌发生攻击警察的重大案件，包括17年前新北十字一对姓吴的兄弟啊，探员警签巡逻单，夜到为后壁攻击，造成警察一死一伤。也过2014年夜店杀警察的案件，大店民众伫夜店外口惹代志，台北市刑警四前国穿便服到现场关心，去予人为拍死亡。这种的攻击事件，往往趁人无注意，警方要安怎面对呢？一般都是建议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警政署之前有推战术三宝，哦，就是距离，然后掩体，还有随时使用武力的戒备。
唔拿剑术三步真重要。警局教官也讲，拄到嫌刑犯还是嫌疑犯，两个警察必须爱甲嫌犯维持三角站位，为了避免对方唱刀啊攻击，一定爱先甲扣掉的只超身躯。暗过少年耍这五年，警察执勤死亡的拢总七个人，执勤受伤的数量更加多，超过2000人。有学者分析，因为嫌犯无地走，唔再决定拼命。我认为说，一个困兽之斗的人哈，困兽之徒，他也会狗急跳墙啊。也许他也是抱持了与你同归同归于尽的这种想法。遇到紧急的状况，警方是不是会当第一时间反应辨识，立刻采取行动？在临检过程是不是无注意疏忽？学者认为，警方在相关工作、教育训练，拢爱一项一项斟酌，袂当让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669个本土病例，中重症57例，死亡个案有23人。这死亡个案内面有一个是一岁查甫婴仔，对发病到死亡只有短短4天。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对今仔开始入境总量，对一礼拜4万人次增加到5万人次。二二礼拜一新增加16669例本土病例，全台湾以新北市确诊病例达到3000多例上多，中重症有57例，死亡有23例。死亡个案当中，年纪上细汉的是一岁查某囡仔，本身无慢性病史，也无注过疫苗。8月12日破病，15日送医，迄天就宣告死亡。为破病到死亡，干那短短4天。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哈，论断为他的死因哈，直接死因哈，所以这一例是我们第28例的这个儿童死亡的个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基因定序结果，本土 Omicron 变异株 BA.5。顶礼拜新增加34例，其中北部增加26例，中部2例，南部6例，而且一条发现有一对感染 BA.5 的阿嬷，是因为接机感染到，其他个案拢是散发个案。那目前在全国的这个 BA.5 在我们本土检出的比例大概是18%哈，那北部的比例稍微高一点，大概23%，中南部的话哈，这个比例大概是10%左右。另外，考虑到到月底要开学，个人家跟外省回来台湾入境。需求增加，经过综合评估了后，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调整入境总量，为每礼拜4万人调升为5万人。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本土疫情在5月2日即礼拜总病例数达到57.1万多例，上多，每下连续11礼拜拢有降低。按固定礼拜总病例数是15.2万多例，比前一礼拜加2.9%，代表疫情开始变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特别开学啊！教育部宣布，9月12日开始，高中以下学校实行防疫新制度，确诊加快筛阳性个案要进行7天的居家照护，7天过后，若准无症状，就会当登记学校上课。另外，即接触者的部分，若准是快筛阴性，就会当继续伫学校上课。还因为即学生甲家长拢真烦恼，台中的疫苗注射站今仔日就真侪人去排队要注疫苗。拜一早起，台中文心新平公园疫苗注射站有真侪青少年来做疫苗，因为后礼拜中小学都要开学，想来做好做不完，提醒保护力。就赶快来打，然后因为之后听那 BNT 会越少，所以赶快来打这样。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2日为止，51岁儿童第一剂疫苗注射率是82%，用过第二剂降到只有51%，有30%的落差。12至17岁青少年第三剂注射率有62%，甲前两剂比也降10%。住站医师肖依玲发现，随着开学日，咱来拉近家长甲学生的焦虑感，地位提升，渐渐要出现抢在座位现象。然后一直到周末，大概都破百，接近150左右。真的这几天，从青少年要开学之后，这2个礼拜，大概青少年的比例是增加蛮多的。民众加强自我防疫，教育部也宣布8月30日开学了后，将调升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快筛试剂安全库存量到50%。9月12日起采用防疫新制，无过全班停课。确诊快筛阳性案实施7天伫厝照护，基本无症状就会当返去学校。其他同班师生只要快筛阴，无症状就会当继续上课。确诊或快筛阳性，就会采取7天居家照护。如果期满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就可以回到学校来上课。那么对于确诊者，包含快筛阳性个案的同班同学及教师，学校提供1剂的快筛试剂。那么快筛阴性
没有症状的可持续来上课。台中医校为开学之起实施防疫限制，大约甲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同款，只有确诊快筛阳个案、全程挂嘴暗共同活动的警员，需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部分中强调，各学校又会当看疫情发展甲应变小组检讯了后弹性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州长何康安，这也是疫情以来头一个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州长。另外，比日本国会的这个日华机关昆丹辉也伫早起来到台湾访问。I guess it's nice to be the first one, right? 你的拳头部表达欢喜心情，回应蔡总统临时脱稿的内容。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何康安讲啊，伊是真欢喜，变作是伫疫情了后第一名带团来到台湾访问的美国州长。我期待未来在既有的良好的合作基础上，彼此相互扶持，携手前进，让双方的关系更紧密，合作更深化。By the way, I'm glad you mentioned it. It does feel good being the first.To arrive in Taiwan since before the pandemic, you never get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be first. So I'm glad we got here swiftly. 何康安这届嘛，甲经济部来签署南加印第安纳州的经济合作干部关系的备忘录，并且嘛，跟进普渡大学甲咱台湾伟创智通公司签署科技三合合作的备忘录。Because we share so many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goals, we will continue to seek to build strategic partnerships.不过，这届访问刚感受到台湾、美国、中国之卖紧张外交气氛，也是压力。何康安讲啊，这届代表印第安纳州对着联邦政府外交政策是无要评论。另外，日本国会立法议员昆丹辉的会长古圭司阿够事务局长木原仁，马爹二十六号透早是为东京坐飞机来到台湾访问。この台湾海峡の安全、そして自由と民主主義法の支配という基本的な価値観をしっかり守り抜くためには。極めて重要な時期に来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象徴している。两名日本众议员即届除了要来拜会总统蔡文，来到实际国军公墓来祭拜前总统李登辉。记者丁志勇、陈立宏、陈信良台北报道。针对疫苗采买记录，指挥中心今公布疫苗平均价销一档是765元。另外，针对疫苗采购档案要保存30年整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解释讲，这保存30年，不是讲这30年拢袂当公开，顶多是公文保存愈久，真相就当更愈久。不过，对手周万安就讲，伊捌做过这立法院疫苗采购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因为卫福部所提供的疫苗价销，当时到货数量。即寡资料咧，拢去轰炸起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强调，卖搁再升温是游戏啊，也卖把这百姓当作是箭头。疫苗采购档案封存30年，引起议论。指挥官王必胜亲上火线说明，强调30年是公文保存期限，唔是国家机密。指挥中心也指出，较多关键的，到今年底，咱国政府拢总采购疫苗5351万剂，开408.6亿，平均每一剂是765元。今天早上报告的那个单价是没有包含这些运输、冷链，还有这个管销费用这些没有。就是纯粹购买疫苗的价格，保存30年是30年的证据都留在那里，随时可以查，那30年内都可以把它公开。我现在还是呼吁，不要跟合约抵触，那可以公开就尽量公开，而且证据保存的越久，真相就越明。但是中央进一步指出，公文保存愈久，愈会当保存真相。所有资料伫立法院提供调研2个月，各党立委拢去看过啊，无什么秘密。希望政治竞争唔通乌心肝。今天陈时中出来刻意的混淆视听，如果他说密等可以调整，内容可以公布，那请他即刻的公布。周万安强调，伊要担任立法院疫苗采购调研小组的召集人。迄个时阵，透过秘密会议，要求卫福部提供相关资料。按过疫苗的介绍、到会期间数量这重要部分全部查起来，这个得先立法院的监督。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是王必胜泄密吗？还是陈时中说谎呢？大家要不要先厘清一下？对，不要把百姓当傻瓜了。嘛，调研过疫苗资料的民众党立委赖香伶也批评，民进党迄个时阵表示，国际采购有一寡法律的常规，若是破局，后一届都买无，认为这是咧恐吓立委甲个人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本地要设置台中的国家漫画博物馆，说因为场地、帝国糖厂加这市民的仓库有委外合约含产权的问题，现在出现变卦了。文化部加台中市政府是互相提责任，甚至部长李应德也批评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长现在也八回讲，即个台中市政府八回讲，这工程时间是无去拖掉，也认为讲这博物馆卖变作是政治操作工具。国家办为博物馆的地址传出有变化，文化部跟台中市政府互相推卸责任。文化部长李应德日前公布节目表示，有善意解决管制的土地问题。不过市长卢秀燕煞呼吁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尊重家己个员，想要弄好拍板关系是无良的政客。所以一定按说他马上翻脸了，倒打你们一排。倒的话，说我们就打了个闷棍了。对呀、啊，打了一个闷棍了。所以我说，我说怎么这么无良的政客哈，我也。你讲的是卢秀燕，你说无聊。李应德讲，文化部选帝国糖厂加市民基层口做国家漫画博物馆的定址，市政府讲两位拢会当顺利使用。不过定案了后，说讲有委外合约甲产权问题，半交的时间一直前。不过台中市政府反驳讲，根据文化部修正的计划时间表，半交时间是2023至2024，哪有去前掉？拨交的时间点是在民国112年年底跟113年的上半年，那目前呢时间都还没到，当然就没有延宕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部长如果再去爬书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文化部的同仁跟市府的同仁在整个协调的过程中，一路以来都是拥有共识的哈。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是讲，为2020年选地址到即马已经过两年啊，市政府无法度解决场地的租约产权问题，都是频段拖延建设。这两年多，你就是没有办法把动漫馆的场地找到，这个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已经竭尽所能的将钱留在台中，希望你不要再口水。国家漫画博物馆引起真侪关怀甲论战，政治困境难解。文化部强调，原则上场址也是会留伫个台中，按个地点要重新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啊，查甫囡仔上届关心的就是做兵问题咯。即国防部预告做兵的体位判断标准会搁再做调整，本地身高无到157公分是免做兵，即马可能会改做155到157公分 ，BMI 伫15到35之间就要做替代役。另外也当咧研究讲要甲即做兵的时间搁再延长。我界认为讲，即拢是代表国军当咧检视未来战力需求，需要搁较侪人来投入。除了建议延长义务役兵役期，国军最近也有过调整役人体检体位标准，包括收入不正、冠状动脉病、甲状腺机能过低、贫血，也是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脚头副损伤、椎间盘突出症、视力失去、甲杜瑞斯症等，拢增加较严的检验规定。另外，伤病药甲替代药体位 BMI 范围扩大，像伤病药 BMI 为17到31，放宽到16.5到32。军方强调，这对兵役公平有帮助。不过，外界认为，这代表国军评估未来防卫需求，需要更加侪战略投资。议政署伤病停役原因的分析，由国防部、会协内政部，那么主要的是针对 BMI 身高跟视力啊，来做了一个研讨调整，以符合、社会公平。能够服役的人的这个基数变大，都代表就是未来需要去进入这个军事训练的人变多，为未来可能啊发生的军事冲突预做准备。另外，原本身高157公分以下兵役，即马规划155公分到157公分 ，BMI 15至35之间要做替代役。加减也反映出未来全民防卫政策之下，替代役有相当重要性。国军的这个后勤上面来讲，它当然一定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这相当程度反映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国军了、加强备战以及所谓全民防卫、全民皆兵将，在这种思维之下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措施。徐浩伟也认为，有更加侪要领导去接受军事技能训练，对未来后备战略甲全民防卫能力会有更加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气象局今日继续对花东地区发布红色灯号高温警戒，花莲副县上大出现41.4度。台东的气象站也统计，讲台东地区这120年来温度变化，发现气温有增加1.2度。也因为这气温变高，全湖白化比例也增加，连带影响到海洋环境。虽然天气热，不过这台东县最近出一个征兆啊，征了了了民众说是无一个像五糖好味，也有民众认为讲这个时间点去征。树啊，无妥当会害树啊死去。花东地区日时的气温，也是像顶礼拜同款烧热，上高温出现伫花莲富源，有41.4度，田里的水嘛规个大屁屁，民众伫徛家附近抓水降温。台东县上高温嘛有39.1度，点啊家路是烧甲呛出烧气，未少民众是热甲走去徛边耍水。根据台东气象站的统计，七八月的温度是当年的正高。从1901年到2021年，以这30年来，台东平均的气温28.92度为标准。这120年来，气温已经压关2.2度左右，今年看起来还会阁升高。这也显示呢，我们在台东地区的这种温度，在2000年之后，这种比较高温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温度愈来愈高，海底酸雾嘛挡袂牢。台湾处甲海巡馆的研究人员，伫6月到7月调查机会海域酸雾白化的现象。结果七月份发现有要40%的酸雾白化，专家认为讲这个温度加高有关系。基隆那边有比较多热敏感的一些种类，像裂孔珊瑚啊，还有那个千孔珊瑚，在当地数量比较多，所以白化的情况就比较明显。最近天气真烧热，不过台东县各地这阵啊，山青在看到有着预防风台的灾害，当地修剪树啊，有的是剪到差不多光秃秃，后边将无所在会当长。而且天气热，修剪树丛，这树啊可能会冷气甚至死亡。台东林管处建议讲，那不是热带性的树啊，最好是伫秋冬的时阵修剪。一定要把它修短，而且修小。比较建议就是植物在算是冬天的休眠季节了，那这样就是修完以后那个。树的一个伤口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受到感染哈。今麦气温一年一年的升高，人甲环境拢受到真大冲击，专家呼吁都要好好甲环境共存，尽量减少极端气候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从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日本的疫情是继续伫咧加悬，连续三天一日的确诊人数拢超过25万人，已经是连续连这个连续住过4天疫苗的日本首相菅田文雄第一日也确诊了，伊必须要隔离到8月30日。本地必须到非洲参加非洲开发会议，即马只好用视讯的方式参加。这个月初十，日本第二届的岸田瑞国金书接达改造启动，必到日新的公布，率团出注射剂疫苗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第二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岸田総理は8月20日の夜に微熱や咳などの症状が生じ、翌8月21日午前に PCR 検査を受検したところ、16時の時点で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感染し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安田文雄是伫个15开始休假到21，虽然二日开始要恢复外出办公，也不确定了后，安田文雄要伫个首相公邸隔离休养。伊个病情真轻，所以实施关机办公，相信会伫个30结束休养，31才有法度恢复正常的公务。不过原本伊伫这个月下旬要去北非国家突尼斯亚出席非洲开发会议，即马嘛取消行程，改做视讯方式参加，嘛延期去中东国家卡达加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訪問行程。感染経路は不明であります。現在総理は公邸内の私邸にて療養中であります。昨日は微熱と咳といった症状が見られましたが、今朝の時点では平熱に下がり、少し咳が出る程度になったと聞いています。日本の新冠疫情继续拖，过去连续三天，全国一天确诊超过25万人，过去一礼拜确诊人数总数比顶礼拜加超过4万人。政府为着要减轻医疗的压力，嘛在研讨是毋是爱甲确诊的状况的整体检核酸检改做每一天分区域固定时间汇报的定点检核酸检，来减轻医疗机构的行政负担。只是这嘛会造成有重症风险的患者无法度及时获应适当的治疗。专家建议，若是要改变防疫的风险，要做好配套措施才实施。恭喜新闻台是董平英。新加坡在进行认定两个查甫那阵发生性行为是违反刑法377A 条文，不过总理李显龙第二日公开宣布要废除这个条法。
替这新加坡的查甫同性恋来读罪化。不过，许显良也强调，政府目前只有承认查甫甲查某的婚姻制度。新加坡总理李显良日前宣布废除禁止男性同性性行为的刑法377A条文，佮保证未修改婚姻登记，强调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兼顾主流思想佮现代思维的融合做法，普遍赢得民意肯定。So I think it's a well-strike balance to reappeal 370A, but at the same time reinforce the family nuclear definition and ensure that it's not challenged in the court. I believe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something that most Singaporeans will now accept.宪法377A是殖民时期的法律，新加坡1965年脱离英国独立了后，仍然继续沿用。依照当时法律，男性同性性行为被看作违法，相关处两年刑期。不过新加坡会当讲，唔捌执行过，无制裁出柜，无限制同志集会，无向中缓和族群对立，也和同志团体创意空间。2009年推动多元性别计代的粉红点活动兴起，挥起废除宪法377A的运动，为新加坡LGBTQ 同志运动建立一个目标。李显良讲，废除宪法377A 目的是正视同志族群的需求，也毋过强调新加坡只承认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未来也要透过修宪，确保婚姻制度无受法律挑战。对此 ，LGBTQ 多元性别团体表达担心，也代表新加坡同性平权之路未来还有真侪难关要克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特别半年啊，看起来这战火无要停的趋势。讲到这战火无停，至少三分之一的乌克兰民众就要离开家己厝，其中有660多万人走去欧洲各地逃，因拢希望讲会当赶紧登到乌克兰。三月七八，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要两礼拜了后，泰西亚默克鲁桑博带伊还袂多济后生，甲济济人走去波兰安置。嘛，因为安尼甲因翁婿分开，伊原本认为讲战争真紧就会结束，五月伊就会当返去啊。不过战火伫伊个家乡，扎波罗热铁电厂是愈来愈热。伊36岁翁婿甲伊讲，叫伊留伫波兰。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не тільки в мене, але у всіх українців час нібизупинився. Всі живуть у якомусь такому підвішеному стані. Він також у лабі суті тут. У Сахунці є океландан. Хонгкьонг бе айлі куй гахун. Це ж бочин зван кіл шон дуа куй бо і до лан чи і. У 660万人, дє гонна ші у ло бу цу. Лінгва я гоу 660万人, ші і лан бі лен шин хун, дє ау чу гок дє ан ді.乌克兰边境上大的国家波兰是收容上侪乌克兰人的国家，有150万的乌克兰人登记身份证号码，得到社会福利。首都华沙小厝的厝租去年是起30%，熊熊要入来侪难民，互大房的危机搁较恶化。全球科技公司西门子都甲因伫波兰总部的办公空间改造做酒店式的大厦，而且交予市政府来管理，互160个人住，生活空间是真清气，毛提供免费的食食甲洗衫的设施。在朋友跟技工的协助之下，三月底带23岁后生离开马里波的38岁电脑老师玛利亚加拉，为波兰迁徙去德国西维林大。眼前短期内要回乡的机会无大，所以伊开始上基础德语的课程，向市政府登记申请健康保险，嘛去银行开口座，希望伊在乌克兰的学历证明，在遮会当互承认，嘛方便会当找头路。伊那伫个盘仔底有一张卷起来的纸，内底写伊的名，还佮因爸母佮阿嬷的联络方式。万不哩，伊那是因为战争不幸过往，那安尼发现伊的人，就会当有资料，会当通知因厝内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了后，为北顿涅斯克搬去圣彼得堡大的彼得尼克拉耶科，原本就是讲可能无机会佮见到伊的四大人，知影因要活来了后，工厂佮伊斗三工，伫个22点钟内，一工往回。Когда я узнал, что родители живы, то есть м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авод финансово помог, то есть мне выделили 100 000 рублей. 彼得因是大人，所来要申办罗西亚的公民，按规定本人爱到现场，因为彼得因是大人行动不方便，每一个听书拢爱陪同因去政府单位交各种的文件。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
不讲过别来对抗罗西亚入侵的乌克兰军王乌斯克，顶礼拜六进行世界重量级的军王对决，成功甲英国军王约书亚打败，继续甲这冠军的腰带保掉咧。乌斯克伫比赛过后表示，这场比赛对伊来讲是真重要，因为伊唔那是为着家己，更加是为着乌克兰，而且伫咧比赛过程拢有甲乌克兰的国旗摕出来，替保卫国家的官兵加油。双手举悬天开国旗，向世界宣告乌克兰未退让，把军头提下来去做兵，抵抗俄罗斯的乌克兰籍世界重量级军王乌斯克。二十日，沙特阿拉伯进行军王头一场保卫战，以二比一再一次打败英国军王约书亚。він дуже важливий був для моєї країни. It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my country. Для моєї команди. For my team. І особисто для мене. And personally for me.Тому що я боксував за всю країну. Because I did box for the whole country. Та за пол міра. And the half of the world. 35岁的乌斯克是伫军队许可下出国应战，这场比赛对伊来讲意义重大，因为唔那是为家己，佮为全乌克兰人来比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比赛前佮特别替伊加油。І вболіваємо за тих, х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є Україну сьогодні обов'язково за Уська, наш хлопець. 迄天有上百万的乌克兰人看转播，乌斯克嘛无让人失望，顺利将 WBO 世界拳击组织定四条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留伫乌克兰。伊比赛了后，佫特别提出军队精神的国旗。为辛苦抗战的同袍鼓励加油。啊，那在乌克兰国内，因为因应战争有特别发展新的避难模式。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最近建造头一个设置公车站边的防空壕，通因应俄军的攻击。Да, это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ногда утром выходишь, а тут так громко слышно, поэтому будем все прятаться.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чт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подумали о нас.这座防空壕上座会当站50个，内底有椅仔通坐，啊，搁有监视音波，和平众会当看外口情形。俄军顶个月捌攻击哈尔科夫的公车站，致使三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13岁的查甫囡仔。当地政府拍算兴建25个这种的防空壕，和等车民众有一个避难空间，会当闪汹汹来攻击。公司新闻七万零编译。台中市的中山国中棒球队在台湾时间8月2日，在美国摕到世界少棒联盟俗称少棒锦标赛冠军。台湾队是以7-1甲美国队打败。这比赛已经举办11届，咱台湾人也共摕到8届冠军。老人家在热身，他们就接一些开始特训他们的手背之类的，所以他们在训练这部分。比别人下了比较多的苦心，吸收的程度、吸收的能力，就会比留在学校这些好，而且态度也更积极。主要是因为他们态度很积极啊，所以他们在训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教练表示，这个美国队因有地主优势，不过咱的台湾队的选手游员也是真坚强。落尾是以7-1的好成绩甲因打败。讲到这届促青少棒锦标赛是举办了十一届，也咱台湾队也是共摕到8届冠军。真济台湾人去被骗去柬埔寨，甚至要求这受害者爱骗更加济人来，才会当放你自由。伫屏东，就一个妈妈，伊不忍心其他人受诈骗，拒绝拐人去到柬埔寨。伊的查甫囝也对8月初到达有关系失去联络。那安尼生，若准备放人，就爱提出一条足大条的赎金。就专家认为讲，亲人为着要装钱，搁去甲这放荡来借钱，便得造成另外一种社会问题。通关手续办好事了后，五名学习的青年总算回来。行政大队行政陪同入境了后，屏东县行政的警员也站在边啊，要将其中4名来自屏东的青年带回。为民众前往金边，前往曼谷，在8个小时之内顺利搭机返台。外人透过民进党立委郭丽华以免受借款的方式协助家属将因赎回。二十暗带离金边机场的旅馆，等到机场一开门就办手续，总算才会当坐飞机回来。经政府统计，到二日为止，受困的咱国民众已经有72人回来。也不过，屏东埔山乡有民众为了帮忙家庭，被骗去柬埔寨，真正集团开条件，爱骗6个人才会当放伊回来。也不过家属认为会害更加侪家庭刷来拒绝，所以为初时失联到达。
他说被打得很惨，过了几天就传一张相片给我，那个上面是他的手有好像被割，被刀割，然后他的左眼那边好像有被打。柬埔寨定传出诈骗事件，在国防协助之下，陆续有民众被救得回来，但是都要付出大笔赎金。有专家烦恼，虽然有平台愿意协助装钱，也是免少借款，但是若装不到，家属恐惊都要去借人来，造成新的问题。警察这边的机制，地检署这边的被害保护机制，甚至法务的这个对被害的资源协助的机制，应该可以一起联手。专家表示，因为咱国家柬埔寨无邦交，应该优先先将人带回来，再来厘清相关身份，需要靠检警甲法务等体系合作，后续法律甲保护机制，才会当以相关事情进一步启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人欠债情形真正严重，市长林佑昌今表示，目前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但在研究这海水变质的设施，上好依然是祈求这天公伯赶紧落雨。到站为止，牡丹、新山、布社、詹文等水库呢，这欠水量拢较少寡。气象局也讲，这九号风台变弯，伫明仔载暗时到二时上界接近台湾，会早雨水到南部甲东部。社区总干事把消防水供应起来，不敢收起来，因为今仔个欠水，需要水车接供，和民众通用水。家人目前部分社区出现欠水的情形。缺水情形大概是十天，那三天前经济部长来以后，我们这两天的水是比较正常，有正常了。那可是住户目前还是担心这个状况呢，能够维持多久？基隆市长林佑昌二日下晡视察幸福花城的灌地供水设施，针对最近欠水议题，伊表示最好万全准备，暗谷嘛期待天公紧落雨。现在经济部也启动了，要把新竹的海水淡化厂移至到基隆，以备这个不时之需。供寮水源哈，那每天哈大概就是缺哈三万的缺口。那至于这个三万的缺口哈，那近几天我们紧急哈就实施了这个生产引流，来克服了这个问题。到八月二日，全台湾部分水库抽水量拢有较少，包括屏东牡丹水库抽水率将近50%，嘉南新山、南投雾社、也甲嘉义、台南各界的厦门水库抽水率较无一半。受到全球反响应现象，今年甲即卖也无风台入来，地势外靠风台带来丰富水源的台湾却欠水。九号台风今天下午2点，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经过南海的这段时间，如果它的暴风圈稍微的扩大，路径稍微的偏北一些，也不完全这个排除发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预测，二三早起也是高温烧热，大部分的所在高温会超过36度，尤其华东地区可能出现38度以上。下晡开始风量会增加，后日尾晚风台上挖进台湾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地震准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电，中国四川省进行宣布工业用户对15到20工厂停止运作6天，后尾再宣布这限电的时间延长到8月15日。在遐个台商拢表示，短时间内这生产成本的增加，因温受到影响，唔过冲击无讲介大。成都富士康从15日至20日限电。全场生产停止。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四川限制用电，冲击鸿海集团的子公司富士康成都厂的产能。原本限电6天，现在时间搁延长，扭长到11天。四川省突发通知，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上述时间将延至8月25日。四川限电的措施是真严格，为公共运输、坐运车厢的冷气温度拢控制在27度，百货商场、电梯、甲电楼梯，干有一定的时间甲一定的楼层会当启用。甚至连电动车的充电条，也规定只有部分的时间可以充电。企业内部的充电桩法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要让工业用户限制用电的措施是更加严格，限电的产业专工在正面标的白名单，非必要民生物资的产业限制用电的时间内，生产线是拢暂停生产。台湾不少电子厂是伫四川设厂，包括电子类的广达、汇创、和硕、人保、甲永业达。也拿笔记型电脑的牌子、华硕、甲宏基，也个有鸿海集团下底富士康等等，拢面临停电减产的情形。
四川这边他现在一个礼拜通知，我们是希望赶快过去。限电的时间就是要减产嘛，生产成本会加重，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严重。因为现在目前产业其实都在处于这种调整库存的阶段，如果今天我是处于产业的旺季，需求很旺的时候，只要一受到这个限电的影响，供给一减少就会产生很明显的冲击。学者表示，十一天的限制用电，受到影响的大厂还可以当转移产能来降低冲击。不过，这个限制用电跟气温有关系，加上中国各地还出现欠水的问题，恐惊限电的措施还会扩大，下半年营收恐惊无乐观。经济部工业局表示，目前大厂回报是暂时无影响，未来冲击若是扩大，会开会讨论，在有需要的时阵要安怎跟因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署今日公布七月失业率是3.78%，是自高过月以来上界悬的。而遐尼悬的主要原因是毕业生出社会，致使这失业率变悬。主计总署公布国内七月这失业人数计共有448,000人，失业率来到3.78%，比顶个月是增加0.04%的百分点。这个失业率是高过月以来的上悬的。不过因为这个工作场所造成关起来所造成的失业人数有大大的减少。这代表咱国内就业市场正在恢复，也因为边境要大大开始放量，服务业甲旅游业也拢开始在招人。尽管在特别放量后，国内的产险工会已经把新版本的旅游平安险送到金管保险局审查，希望讲今年九月会当开始施行。保险业者表示，讲新版本若准伫咧外国为着武汉肺炎住院是无多理赔，旅游不便险的部分理赔也全部取消。国内的这些产险公司，他们前面损失的车太大，所以他们排除这个部分。国内产险业因为防疫险理赔金额伤过高，惊讲赔袂起，只望伫咧扫新版的旅平险，内面有加真侪度化条款，其中有两大无理赔项目，包括海外突然间破病断医，主要是感染新冠病毒引起的无赔。另外，旅游不便险的理赔项目也差不多全部拢取消。希望上紧交给当实施，这样子没有保障了耶，差很多。大家很想出国去玩，那听到这个消息，泼了一身冷水。可能会玩，变成会晚一点出国，但是减少就是出国的次数。对新版旅平险的内容，三险工会正低调，无愿意回应。不过保险业表示，三险工会在最近已经把新版的旅平险内容送交给金管会保险局。第一三无保险表示，新版的旅平险未赶伫咧交期就实施。相关理赔内容也无一定会比较三险工会内容，那还是要看我们公司的精算部门跟险部的在做配合之后，再送审决定是何时才能开始贩卖。我们出国如果万一染疫是中重症的话，必然就会有住院的需要，产险工会送给金管会的这个排除的条件啊，的确是对消费者会有一个保障不足的现象。保险经纪工会表示，新版旅行险的内容保障的条件少真多，就怕讲出国感染，住院的费用真高，无法度赔。也不过，旅行险正式实施之前，还会讨论，无排除会使更加侪组合，也不过保费会较高，好买出国的民众家己来敬。记者综合报道。立委万美玲今仔日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邀请身心障碍团体甲中央部会共同讨论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利，伫台湾社会碰到什么款的阻碍。就民间团体讲，学校老师对身心障碍学生也是无全面性的了解。今年初，体育署是应体育发展中心正式成立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二摆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嘛伫八月初六结束。身心障碍者运动的权利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民间团体表示，学校教师对身心障碍学生的认识不够，也是需要加强。特教老师不懂体育，体育老师也不懂得伸张这一块，没有人可以很合适的去指导他们。我们要从现有的师资方面做培力。今年开始，我们推动了一个4年计划，特教跟体育老师共同来互相合作。互相合作来推动适应体育。另外，民间团体也表示，建议在设施充足的状况之下，参考大众运输博爱座的模式，也设置部分设施和身心障碍者优先使用。推动友善篮筐，很多的学生他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兴趣，而且他觉得要关心的。很多的场馆大概都在地方政府了，我们愿意了跟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再来就这个部分再来开会。
针对身心障碍者选手训练的部分，过去有拍文选手表示，因无像奥运选手同款有专用的基层训练站，训练的资源差真多。体育署表示，目前正在改善。会配合我们身心障碍选手，他的住家或者他离他的上班的地点比较近，或者是说离他训练的地方大概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点，那么来进行相关这个规划跟这个设计，而比较不会像亚奥运的选手会集中在国训中心。体育署指出，身心障碍者的基层训练站会参拍运委员会等等团体参详讨论，目前推出的数量、时间等等，拢也无法度确定。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在彰化市的苏福宫洪赛朱里金三夫王爷，本地旧庙因为年久失修而漏水，王爷公去找人来倒处理，才发现讲这间庙有上百年历史，连王爷公的金心也展现着台湾装饰真特殊的工艺，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在彰化市区的巷仔底有一间苏福宫洪赛朱里金三夫王爷，却因为年久月深，苏福宫的庙体开始损坏，就算里长找人来补，也无法度处理。就被王爷公去托邦找救兵，演变王爷公要起新庙阴间。啊，厝顶会漏雨，我就请师傅来修理，结果修理两届吼，拢无作用就对啦。大家有来出来有钱的出钱，啊来共同把这个庙处理好势安尼。2020年，由李玉伟发起要替王爷公重新起庙，这过程有影辛苦，放弃现代阿斯建筑做法，要遵照本地建筑形体甲工法，而且特别找找台湾的大白师傅彩绘做剪黏做装起来师傅，甚至甲旧庙会当保存的刀剑继续留落来，倒起的新庙体，说福宫是真真正正的全台湾工。伊本来是砖阿壁，咱是维持砖阿壁的方式甲做起来，啊，若是拜殿、正殿，伊全部拢是用插条、插榫。无拍顶爱方式，啊，所以讲过来讲啊，厝顶就是用这个布遐，即个彩绘，即个剪黏，拢是照咱台湾即传统的工艺、手工的工艺来做的。啊，所以讲在你即卖内底，即卖即个工艺人啊，愈来愈少啊。咱更加爱珍惜讲即卖现有的人才，继续拜托因来甲维持这种的古法，去延续予咱后一代去看会到。另外一方面，也有将200多年历史的王爷公金身整修，才发现金身是土裂的。朱里金三夫王爷有两尊土裂，一尊软身，体态甲外皮拢展现古早装扮，皮体扭捏，外皮精彩特色。特别就是讲，伊的身躯是用土来裂的，啊，伊也用柴来做。啊，即马大家看卖，讲咱这王爷头壳会使背起来，伊是做活动的。哦，伊即马阿妈棍甲这个头壳是会使分开的。哦，这是迄个土咧做的方法当中呢。比较少看到的。李玉伟认为，起一间庙，就要让伊流传万世代，要万年久远的。加在网络顶头讲，王爷公要起庙，认同理念的人，就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然台湾工的时间会较长，不过未来苏福宫也是保存台湾工艺、信仰文化一个民间博物馆。记者陈家豪，彰化报道。在屏东半州的九龙山有一间地母庙，这庙后壁树那有真侪台湾的原生植物，有一个流传一个故事叫做神卡印。有民众讲，这是神明留予世间人的启示，叫咱做人就要一步一卡印。行踮九龙山，对伫在地人的后壁，要去找屏东半州乡当地人讲的神卡地。在地士大讲，细汉时啊，常常去遐佚佗。也不知道这石头顶关的卡印到底是哪里来的，不过地母殿的负责人陈玉芳煞真了解这每一个卡印有啥不同。这是打赤脚，那它很奥妙的就是你看我们的脚踩下去会很出力，有没有？然后满出来它都有这个，这是脚印，这是它的鞋，三寸金莲。这身卡地就在地母殿后面的树拿旁边，还有一座母石亭，内底采一粒真大粒的石头，石头顶端嘛有卡印。陈玉芳讲，这是神明要予信众的人生启示。我们母娘的身上有一个脚印，它提示我们的就是做人要一步一脚印。然后它后面有背着一个小孩子，它教我们的是感恩，所以它命名为母石亭。地母殿伫九龙山内底，地点叶贴，若毋是信徒，罕得看人来参拜。附近的树拿有真多台湾的原生植物，给下一代，给每一个人，只要他们能够坚守着说保护环境的话，随时都欢迎每一个人上来这里，体会大自然的奥妙，
感应大自然的灵气。庙方打算要规划一个结合宗教文化加自然生态的展，让游客来九龙山游览参拜，阁会当认识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家东数位机会中心最近有开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老生角电台》，让社区的老大人来主持，教大家来讲这台湾俗语，那对着时代也当传承台语加祖先的智慧。古早话就是讲，无毛鸡，鸡大鸡；无米，老人鸡。向正人分享古早话，阿公阿妈即马变做电台播音员，录节目用伊的母语来教讲俗语甲日客话，时代拢感觉真好耍。足好个，啊，阮讲安尼足轻松个，啊，阮只老人哦，安尼提升即个脑啦，脑力安尼比较好，较袂安尼乱想啦。今仔来录这吼，阮大家拢介欢喜，因为吼，阮食到很老啊。七八十外岁，佫有即个机会来活动，甲恁大家安尼录这个节目，啊，阮心情足轻松的，感觉足欢喜的，食到老，学到老。屏东的家东数位机会中心运用教育部的计划，来教世代新的数位知识。即届因安排广播的课程，做一个 podcast 老生角电台，和世代来做节目的主持人。分享台湾话的艺术，也让正人感觉讲，老人也对着时代，透过数位做长时间的代志。我们也希望可以启发，老年人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价值，让他们也可以充分充当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分享那个一些谚俚语。很多长辈他们都会觉得，你主持可能就是要到很专业的电台啊，或者是要去到北部啊，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这样就是让长辈有一个机会可以这样接触，自己当一个 DJ 啊，就是很有趣这样。家东数位中心也继续录节目，就搁较侪老人来参加，唔呐传播台湾话水，也为因食老的生活创出一片新天地。记者综合报道。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城市伊塔贵居民，礼拜四啊，甲病床送出去外口，伫大街路顶头困。事实上，这群人一个庆祝一年一摆病大日，但是这天呢，拢会激活咱咱做一个无事人啊，小偷平常时的压力。穿困衫倒伫病床，准备要好好困一下，不过地点有淡薄奇怪，竟然是伫大路。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城市伊塔圭礼拜日有真侪居民就街耍废，其实这是当地庆祝国际办大事的活动，民众将槟城装点啊耍就街，一个人也好，双人也好，真侪人搁较赞，因全拢倒伫槟城顶，拢袂无代志做几工。El día de la pereza es para entender de que no todo en la vida es trabajo, o sea, hay momentos para descansar, supongo, acostarse en la cama para no hacer nada, eso es el día de la pereza.虽然伊塔圭的居民看起来真繁多，但不过因平常是真无闲，当地人口只有二十几万，工商业煞真发达。当年也会举办八天的工商文化节，但不过三十多年前，一位居民感觉生活上紧张，应该放慢脚步，建议工商文化节最后一天用来好好办大节嘞。La pereza es el motor del progreso. Cuando a usted le da perezacocinar, entonces va al restaurante. Cuando le da pereza lavar, compra lavadora. Cuando le da pereza organizar la casa, contrata a alguien. O sea que el Día Mundial de la Pereza tiene, es el motor de la economía actual. Cuando hay una cuen, ya hay que ir a la cuenca, jim tao, zapki de un pisa. Tu banda hui hi van ki bin di chican, te te su up, o hiao hiang ro, bang sang ka hiu cuen, jiao jing de, gay xiao bin di tiao jin, gong xi xin wen chi wen en bin yo.明仔日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二十七度到三十七度，苗栗到云林对二十六度到三十五度，嘉义到屏东对二十五度到三十五度。宜兰花莲台东对二十二度到三十四度，平湖金门马祖对二十七度到三十四度，也过未来三天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